主料，焯熟，辣椒水，烧开水，关锅盖，三四分左右，水烧开放焯熟，要一个一个的放，煮好后焖一两分钟，盛在碗里，一个一个沾辣椒水，可以自己调。沾好后加半勺子糖，烹饪技巧，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沾辣椒水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